有一个的提拉米苏吗？这是慕斯杯，两元一杯，买五杯送一杯。那我要10块钱的。老板，这卤菜怎么卖的？12一斤。嗯，和鸭货一样钱吗？鸭货是按个儿。海带，这个是什么呀，老板？那个是鱼头粉。再来点土豆片儿。这个多少钱一串呀？2块钱一串，5块钱三串，9块3，收您9块。老板，脆皮五花肉怎么卖的？35一根。要哪一根？要一个瘦点的。这个行不行？可以。撒凉，撒点辣椒，来点洋葱。要的。姐，我要一份神农架小土豆。大份10块，小份7块。来个小份的吧。要个蒜蓉口味的。三份三份的。都放。大爷，我要一份净糕。我要红枣多一点的。好嘞，没问题。总结看看。红枣好多呀。老板，来一个西安卷馍，这里面都可以加吗？这菜都一样。两个多少钱呀？14。老板，这个是什么粥呀？这个是紫薯糯米，大杯小杯。小杯的。加奶不加？加奶吧。加奶也卖得很好。行，这多少钱一杯啊？2块钱。喝完放心吃，先吃个卤菜。鹌鹑蛋一点都不辣，土豆片儿，今天吃明天见，这个还没有吃过，不知道是什么。有点像魔芋的口感，牛奶红豆粥还是第一次喝。有点清补凉的感觉。这样吃超级香。洋葱很解腻，小土豆。这个小土豆吃起来就好香啊，这个是西安卷馍。分量好大一个，才7块钱。里面的菜分量太多了，好久没吃蒸糕了。甜滋滋的，好好吃啊。最喜欢上面的红枣了，差点把这个忘记。2元1个的慕斯蛋糕，还不错，入口即化，就是感觉榴莲香精味。绿色也不错，但是忘记什么味道的了，尝不出什么味道，就是香甜的味道。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